来来来，又是一个厨房间啊！看看啊，就这个皮弯的怎么去疏通，还有一个弯头，这个地方呢是客服呢叫我来了啊，看看啊，16的超柔的弹簧，本来呢早一个星期啊之前叫一个外地人来疏通的，他弄一个细簧啊，手电钻跟他搞的，他推着这个自行车在外面叫的啊。哎，这个电动车在帮你叫的，几个上来一通，通好了，过了一个礼拜又堵了，说还是赵师傅来吧，亲戚朋友介绍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我的16的弹簧都过了这个弯了，过了皮弯，水仍然在冒，看见没有？它说明它的油渣太多了啊，而且油渣是白色的，凝在上面的，像脂油一样的，我要放热水，不停地打，不停地打。来回走动，彻底把它啊打通了。哎呦，看看，这是不得马虎。他说还是赵师傅这个好的，哎，这个机器咕噜咕噜，那个就弄个手电钻给你搞个细的啊，像筷子一样的。你看看，特别是小白啊，看见没有？嘿，我这个超柔型的啊哈，16的彻底的啊，这是要做好，哪家需要赶紧找我，大家。